今次即系咁多个儿童剧，呢、這、一个我自己系最中意嘅。其实整体我都印象好深刻啊。五行其实我系好大年纪先认识系咩嚟嘅，咁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呢一个年纪已经可以接触得到，咁其实整件事是拱快了很多，但是这件事我们现在这么老就噏得出，其实是对我们的生活、身体各样东西都是很重要，越早认识在脑里面是越好的这样。而且你们多了个食物的概念，在家里面父母肯跟随，那细路仔一路成长就会知道、究竟我食啲咩系点样啊？即照顾多啲自己身体。我哋细个完全冇认知嘅时候，系唔知点样照顾自己身体。希望可以翻做添啦。